阿里拉，那今天咱们看了这几个病人呢，咱们这个病人病情还相对比较平稳啊，有晚上睡眠不太好的，然后那个咱们还要注意对老人的那个一个非药物治疗的一个训练。我们这边呢是北京老年医院老年认知障碍的诊疗中心，我们分为两个病区，两个护理单元。我们这边呢专门是收治各种类型的老年性痴呆啊，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啊、血管性痴呆啊。路易奇痴呆等等，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嘛，是现在是有110张床，因为在家里啊，患者家属他们处理不了，或者是老人会有各种类型的并发症，像肺炎啊、心脑血管病啊，或者是糖尿病啊，也需要我们医院的一些处置。我们的好姐妹，咱俩怎么成了姐妹了？你是我妈妈，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这个病，就那个得了这个病嘛，他那个思想啊，就跟人家正常的人就不一样。比如说呢，你看有的时候他早上他吃了饭，到9点的时候他就说他没吃饭，所以呢他就一天有时候他就吃5顿饭，想的是要做饭，但是他就把整个的电饭煲就放到那个煤气上头。就去烧去了，怀疑我们偷他的东西，偷他的衣服，偷他的钱，就是这种猜测，让你心里都特别难受。他的行为你可以也特别累，就是他做的那些事情，你无时无刻你要监督他，跟着他，你一会儿看不见他，你不知道他又去做什么事情去了。这些药物作用是不太好的，你像他这种。老是来回走，还有的病人，还有的病人，就是反复上厕所。如果实在比较燥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临时你用点劳拉什么的，这种抗焦虑。就我妈妈以前呢，她还是一个建筑师，高级建筑师，就是北京那个世界公园的埃菲尔铁塔，就她设计的，上面有她的名字。实际上她，怎么说呢？以前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是突然呢就变成那样。她是特过于依赖于我，她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比较焦虑。总体我妈妈的情绪呢，有时候也会有一点，暴躁，但你就得承受，会骂。但是过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经过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病了以后啊，他的人格就有改变了。有一种患者呢，就是他的言语特别污秽，有一些难以启齿的那些话，然后听着非常刺耳。还有一个行为，就是他会打人，冲动。这一个患者，他是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拳击教练，给他扎针的时候，不小心。没给扎好吧，可能他疼了，然后他的拳头出得特别快。但是这样的患者他都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他是疾病导致他一些行为认知不受自己的控制或者是下降。我一般呢，我现在就是基本上24小时陪伴他，然后但是呢我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了，太难过了，我真不希望他得这个病。真不希望他得这个病，我宁愿照顾他，伺候他，我们能正常交流啊，能生活的愉快，我都不愿意他得这个病，我宁愿多受点累。他现在就是一点都不认识我。对，来跟着我走。
球现在停在什么颜色了？绿色。绿色。哎，好，咱们再让球动起来。好，这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活动，啊，让它有一个凝聚力，让大家一个共同的配合，同时也锻炼他的一个手脑的这么一个配合，一个平衡。只要老人能动起来的，我们就尽量让他动起来。长亭望。疗法其实对老人帮助很大，能把他从他刚才的那个世界里啊，然后拽到我的这个音乐里来。外山天之涯地之角，知交半篱落，小别梦寒。